选手，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请就定位。手机请记得关静音。然后呢，也预祝各位选手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呢，未来在总决赛的时候呢，取得好的成绩，我们一个表演赛可以邀请国际的一个少数民族的表演团体跟各位一起演出，所以大家加油。2017-2018原住民爱与关怀公益歌唱比赛花东地区初赛大会开始。各位亲爱的来宾，首先呢，在大会开始之前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首祈福的舞。这个是由首先由中华少数民族艺术文创促进会的理事长朱王碧玉主席，还有国际狮子会300A1区台北市南鲁湾狮子会白慧仁会长，带领所有的工作团队穿着传统服装为大家带来祈福的舞，也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Oh!
Ashley。谢谢我们的主席那么卖力的演出。本次的活动由中华少数民族艺术文创促进会、中华民族志工文化总会主办，国际狮子会300A1区、台北市纳鲁湾狮子会、中华健康活力爱宝协会、中华金台城社会关怀协会共同承办。特别要感谢我们的慈济学校财团法人慈济科技大学爱与关怀公益歌唱比赛，是为了提倡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延续传承原住民的文化精神，培育新兴的原住民的设计人才，建立人才库，希望能够提供文创啊、观光休闲事业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最美丽的瑰宝就是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的歌舞，还有他所有的一个原汁原味。所以呢，我们的朱王斌主席呢，他非常非常的发心，他就觉得说他是一个原住民，可是呢他不会讲母语，他这于是呢他就抱着一个回馈感恩的心，来请所有的全国的力量来办这一场那个原住民的母语歌唱大赛。这个当中呢有鼓励，但是也是有泼冷水的。他觉得说现在的原住民朋友喜欢唱现代歌，有很多也不会唱母语，那怎么办呢？再困难还是要做，总是有开始。所以呢，这个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现在很多小朋友，原住民的小朋友是听不懂妈妈的话。我们有访问过很多现在比较年轻的孩子，确实也真的是不是那么的会说，因为原住民的母语它是没有文字吧，它是要透过这个口传啊。所以说呢，我们非常这个感谢我们的朱王斌主席这么的发心。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借助各位热烈的鼓掌声，来送给我们朱王斌主席，也同时欢迎他上台致辞。主席请。掌声再来一次。他刚才那么卖力的演出，很团队，我知道。来哦，来哦，来哦，阿布，阿布，我看好，古鲁米，古鲁米咋样？古鲁米咋样？然后，我跟你讲，我其实我一开始讲话就跟开水龙头一样，可是我停不了。可是因为我出过车祸，头脑有点么懵的，常常都会把我要讲的话忘记了。那我们的主办单位他们很贴心，帮我准备了一个小抄，所以大家原谅我偷看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来，他说，虔诚、尊重、敬天地，抚于丰收，给予无私的奉献。其实世界各地原住民的文化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每个部落都是敬天畏地的，然后尊重自然的万物，然后都非常感谢我们祖灵的庇佑。其实我的奶奶、我的阿嬷、我的外婆，她是阿美族的公主，她在纳鲁湾的部落。然后我记得我5岁的时候，他就带我到深山去，然后他告诉我，山的雄壮会，就培养我雄气豪气，然后再带我到海边去，他说水的柔和会让我跟世界各地人民都会很融合，所以我只记得是小时候是这样跟我讲。然后呢，我想说，这个我没有在部落成长，然后我也不会原住民的族语，我只是怀抱着对原住民的文化历史及歌舞的热爱跟热情，我希望用我们狮子会的服务传承的心，来做这个活动，彰显原住民对于大自然畏天畏地，对于人们纯真善良，亲之爱之的特质。我想以这个传统的原住民文化为底蕴，然后多元化的展现，持续的传承
原住民族文化结合时代新的潮流，然后借由持续不断的展演，发掘出原住民创作与舞台的展演，希望能够将原住民这个历史之美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我们分了5场，我们第一场在我们的大本营花莲这里举办，然后11月25号我们在台北大台北地区，我们在大安区公所区长非常高兴给我们很好的场地，然后12月2号我们在屏镇桃园屏镇的区公所也是非常美的场地，然后12月9号我们感谢台中市的林家花园系列的明台高中，他也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支持，到那个时候就是台北市台中市都会串联，然后我们最后一场在高雄我们感谢三达基教会，我本来以为三达基教会应该是基督教，结果他不是，他只是一个创办人他自己的理念，然后他世界各地现在都有他的理念在，我们很感谢他。然后我这两天我也接到我们对岸的那个电视台，他希望我们在春晚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名带着我们的舞团，我们到去他参加他们的春晚，所以今天大家都要加油哦，好不好？谢谢大家。主席，请留步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请我们的承办单位，三个承办单位，我们的拉鲁湾狮子会的会长。对，我们拉鲁湾狮子会的会长是我们台北市唯一一个原住民的狮子会，里面不是原住民的会长，白会员会长。然后我们也请我们中华自工党文化总部的代表人一起上台，那我代表中华金财神社会关怀协会理事长也是承办单位，我们四个这个主人呢，非常感谢各位，我们在台上深深的一鞠躬，谢谢各位各界的倾力相助，谢谢。等一下，有介绍贵宾的。这贵宾的致辞呢，由我们主席来一一邀请啊，谢谢。来，让我稍微讲一下。好，来，我们先会长准备很久，给他讲一下。大家好，我是300A1G 台北市纳鲁湾狮子会今年的会长我叫白慧元。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朱主席就是我的前会长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纳鲁湾能够来主办这个活动。那首先呢，我要感谢我们300A1区我要感谢我们狮子会啦，300A1区的总监陈金池总监呢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在我们的活动都会按赞挺力支持，那还有我们的群体师友也非常谢谢他们，然后特别感谢呢A3区的这个台北市纳鲁湾台北市西拉尾狮子会，然后呢还有我们的300A1区的总监特别助理潘友义潘师兄，他听到我们的活动马上就出来支持我们，还有华新狮子会的会长陈国义赞助我们，还有这个三儿狮子会的会长也赞助我们，那还有我们的那个大武山高雄的大武山的我以后创会长特别来支持我们，我们今年在这个远东年会的时候呢我们会办结盟，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来一起来参与啊，谢谢大家。高雄的还有我们义兔区的江主席关心主席，以后我们高雄的部分呢，江主席会在那边会帮我们协办，帮我们主持当地的主办。那特别感谢现场的参与者，还有各位贵宾，谢谢。我们请我们的那个主席邀请我们的贵宾上台致辞。好，来，那是不是我应该先请来？对。
我们尊敬的诸王碧玉主席啊，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也是我们理事长哈啊，还有我们的白会员，我们的白会长啊，以及江主席啊，还有我们的理事长啊，以及张顾问啊，还有我们在座亲爱的纳鲁湾狮子会的师友，以及我们在座的我们非常优秀的原住民，我们的选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好，今天雅萍仅代表我们徐祯蔚立法委员来到这边来到这个现场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们主席跟会长还有我们理事长能够携手一起办这么带着爱、带着关怀、带着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期盼未来你们在接下来还有四场嘛，今天是第一场首发在我们花莲，而且在这么棒的场地，期待你们接下来这五场比赛都非常的顺利，同时能够选出我们数一数二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的表演，能够进到春晚嘛，然后来发扬我们在台湾在地的这个原住民的文化，让更多的我们的大陆的同胞能够来一起来认识，这是真的是一个创举。我们很谢谢我们的主席，也在此祝我们今天的大会成功，每一个人的表演都不紧张，都非常的顺利圆满。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接着呢，我们请我们的科长，好不好？好，代表我们市长，花莲市长，代表花莲市长。好，朱王斌理事长你好，还有主持人你好，白会长你好，还有林秘书你好，还有各位与会的来宾大家好。好，来吼，萨利嘎嘎玛波隆吉利辛嘎库吼，我是班扎，就是阿美族。然后今天很高兴呢，能够在这边哈看到这个活动，就是有很多单位一起来办这个原住民歌唱的比赛，那给我们花莲在地的原住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一个舞台。就诚如刚刚主持人说的哈，上帝给原住民很多的天赋在艺术方面，那尤其在歌唱方面更是有很多很好的表现。那希望今天呢，因为市长有事哈，有很重要的行程，他好像去北部，所以由我来代替市长。那今天要祝大会的节目的活动呢，能够顺利圆满，然后大家都平安喜乐，谢谢。好，谢谢你。来，还有我们这一位代表。好好好，来来来，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的主办单位，对，中华民族志工文化总会也是我们的主办单位。尊敬的小玉主席、白会长，还有那个徐委员的主任，市长的科长，以及现场在场的各位贵宾，各位辛苦的选手及工作人员，大家好。小弟是中华民族志工文化总会的副秘书长林超凡，今天和我们的同仁沈小林，也是我们在地的花莲的一个理事长代表我们中华民族志工文化总会陈伯光总会长来出席今天的活动。作为主办单位之一，我们总会长陈伯光是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原住民公益歌唱比赛。我们原住民在台湾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各个领域都有不错的表现，得到很多的赞扬掌声。今天的活动与其说是一个比赛，个人觉得不如说是它一个平台，能够提供我们原住民年轻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找到我们的自信，发挥我们的专长。预祝今天的大会比赛能够顺利圆满，大家能够发挥平时的实力就好了，不用太多，发挥平时的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祝今天的活动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公司。我们那个中华民族文化总会志工文化总会的总会长陈伯光非常有爱心，他在对岸赚了很多钱回来台湾回馈给台湾，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央视的这个节目也是他去接触的，所以我们感谢他来办，跟我们一起来主办这个，他很发心，他对原住民这个区块他会照顾得非常周到，我很感谢他。他今天因为到大陆去了，所以派了我们家的这个主任来，很感谢他。好，那
那个小林也上来讲两句话，因为你是代表花莲的地区，以后对了，我们花莲哦，我们总决赛在花莲的那个原住民的文化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颁奖赛，我们颁奖赛今年预计是邀请到美国的印第安族跟澳洲的毛利族两族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所以这个其实是真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我希望在座的所有选手都能够尽全力，好不好？好，谢谢我们的主席啊。插播一下啊，青少组请准备哈，青少组的选手要请准备。我们的主席哈，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哈，还有我们的立委还有市公所的长官哈。非常感谢，真的今天能够站到这边来为跟大家哈喽一下。我是花莲县大陆配偶家庭扶助协会的理事长，同时我也是志工党花东区的副主委。那今天是原住民，我们是新住民，所以说原住民跟新住民只差一个字，那希望说我们能够好上加好，两岸一家亲。那也非常祝福在这里也祝贺我们的那个理事长哈，那个活动办的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哈，谢谢我们的理事长，谢谢。我们要准备啊，我们走在这边走。我从花莲外荣乡西林村，我是赛德克族，在此跟你们问候，我叫梅丽莎。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这个活动，我也常常回来花莲帮忙宣传，相信很多部落的人都看到我们踪迹哦。到底有什么感恩祭的时候，就有我们出现。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今天在这里比赛呢，能卯足你们的全力，好好的表现，不要紧张。原住民嘛，唱歌跳舞是我们的天分，是。所以我们就轻松放轻松，用力的唱。我那个评审老师在最后一排，不要紧张，他们没有在第一排，为了你们着想，怕你们会紧张，所以他们远离你们的视线哦，跑到最后一排去，所以你们就尽情的表现哦。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圆满成功，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场，还有四场比赛，在台北区，还有桃园，还有台中，还有高雄，是。那么比完了。海选复赛之后就是总决赛，总决赛在明年哦，到时候我们再跟你们报告。好的，那么我们即将要准备我们的比赛，我们要不要先休息片刻哦，让你们这个深呼吸一下。加油，请加油，圆满成功。再重复一次，选手们从我们的舞台的右手边上台，演唱完毕，从左手边离场，然后到后面再回到你的位置上，好不好？理解啊。总是聊的时间，所以好好的把握。各位评审，大家好，我是一号，然后我叫沙音拉比，然后我带来的歌曲是《你是我的情人》。你是我的什么沙哑的浓缩男，少比勒卡南卡杜耶苏，东方文明有个不给后，你后沙湖，拉布吉亚比阿达格纳。然后今天要带来是董东的《欢迎的歌》，谢谢。
我是四号参赛员，我要带来的歌曲是感谢祖灵还有大港口之歌，谢谢。吉那嘎瓦吉斯拉乌拉人阿瓦努米达，吉那嘎瓦吉斯拉乌拉人阿瓦努米达阿拉人第二人努米达。不能主啊，我今天也今天带来一首，刚刚就跟秋林唱的一样，一个人走，
因为这首歌非常好听，几乎所有的原住民朋友布农族的都会唱，所以我也继续不同版本男生的。好，谢谢。但是你只你牡丹阿萨达达尼乌嘎布努西阿古阿萨达达尼那你塞给哈亚杜那玛西瓜玛哈Mashmilishkin tamachinahan Minta tulun saiki Nani saiki khayatu namashikwa Mahkaliban nagisan Mashmilishkin tamachinahanMinda dulun saiki。哎，谢谢。辛苦了。我叫陈廷修。陈廷修。好。果然大一大大一们的水路干什么管啊？啊，龙门高白岩大地，我今天要唱的一首歌是啊、我阿昼的童谣，然后就是一首童谣，那写了一个爱情的故事啊。Ungat ba kandungan takwara Anata agasi katilungan Ita sajing paniai Iwa mumunawasi Anata agasi katilunganAnak ini suanya yamu Luna meswa iya Hotau balai bodojang 谢谢来吼来吼吉利新都市公安安努马顾，我是来自花莲慈南部落的阿美族，然后今天要带来两首歌，一首是《青蛙的眼睛》跟《项链》。我是吴正宏，我是六号参赛者，然后我现在要唱的这首歌是我爸爸的自创曲，叫做《爸爸妈妈打麻将》呐。打麻将呐，乌尼呐，你莫多心个大呆。
叫楼东小敏，为大家带来这首《你是我的情人》。
们要加听到我们人蛮多的。然后我为我们的团体介绍一下，我们是来自东华大学的原住民学院的一群原住民学生，然后有布农族，有泰雅族，有赛德克族，有台湾族，有阿美族，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平常就很爱唱歌这样子，所以我们会练习，然后就是趁这个机会来让来发表一下，就是自在参加了，因为就让大家听到我们平常会唱的歌曲。好，谢谢。Is a girl behind the eyes.
Jina tu mata hai masih Tentara saja tu is I 好了，谢谢。好的，下一组是来自我们同乡的部落哈，西林的。这个也是我支持他们的团体，他们有自己的乐团。对，于道一将跟林俊杰，西林的姐姐。自我介绍哈。喂，大家平时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林不远部落，自然家庭部落哈。然后我的名字叫于道一将，然后隔壁是我弟弟。啊，你要自我介绍吗？哎呀，大家好，我叫 Mona。对啊，我们习惯的演出就是这样子，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随意。对。那我们等一下会献唱一首我们自创曲。我们在部落，我们不常常唱那个我们的古调，但是我们喜欢用我们的族语，用我们的语言族语去唱创作我们的音乐。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自创曲，给大家。我们这种曲经过一些改编，然后加了一点点小小的古调，所以因为时间也有些不足，所以请大家原谅大家。失落的女子，谢谢。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萨迪扎亚开萨迪扎亚萨奇拉雅族的歌曲，因为现在萨奇拉雅族的人数也比较少，然后就是希望借由今天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唱这萨迪扎亚的歌。咿哟咿，吼咿呀。
来。谢谢，感谢阿妈的祝福啊！对，一开始多包容，多见谅，对老师，谢谢你的聆听。那这首歌其实它很多都是虚词，那其实所要的表达的意思就是欢乐离世。那其实我们其实是很羞赧的，我们这三天才临时起居，所以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那么团体组的先告一个段落，现在我们继续，欢迎我们青壮族的，我们的大哥大姐们哦，我来自我们部落的，先欢迎陈爱妹女士，请上台，加油！来自新民村的下一位张友忠，请准备。请上。陈爱妹，69岁了，69了。我现在是唱跟表演，嗯，是，嗯，这是歌是民国81年的歌，老很老很老的歌，啊。好，谢谢。Thank you.
也希望今天音乐的响应带给大家很大的感动，谢谢。那么继续呢，由张友忠先生带来歌曲，掌声鼓励，谢谢。我是泰鲁歌主啊，泰鲁歌主，哎，那我这样唱的这首歌叫做《归归》的歌叫做。背着小米的老太婆，掌声鼓励。
Mano di amore canai pari Tamamo bolisa yeta canada Mano di amore da ue Te da da di da do ana pari Da no tu da mai da mo da da nan barali Jita doa, jita doa, dan berasem dohai 谢谢，掌声鼓励，从小到年纪大的都歌声都这么的美妙，谢谢。那么剩下两位啊、哦，再来的话，剩下最后一位，那个邱同学，是小朋友吗？邱小姐。大家好，我是布农族的，然后来自七水部落。哦，我身上的衣服是改良式的，对，今天小高唱，从高唱就可以知道这是改良式的啦。对，嗯，好，那我今天表演的这首歌是，主要是在讲我们年轻人到外地工作，那。想到部落的家人，就是会暗自的哭泣。对，但我今天看在场的布农族还蛮少的，所以应该是那个发音应该是没关系了哈。好，那这首《一个人走路》送给你们。等起你，起你无奈，马你无。市区比赛啊，我报告一下，还有在台北市的大安区公所，11月25号哦，还有在桃园的平镇，区公所对，12月2号，还有就是台中区的明台高级中学12月9号哦，好，还有最后一场在高雄三达基教会。12月16号，请各位朋友们把握你们的机会啊！这边这一场没有比到，后面还有4次机会。OK， 加油！请坐。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所有的选手、团体组、个人组上台。他原来比赛就是这样子唱。OK。等一下，三位老师，要不我们老师，李老师、张老师，来，三位老师到前面拍一下。就没有穿衣服，没关系，那个没有关系，一样一样。
前面拍完请全部坐下来，让后面录得到。后面要录影，请全部坐下来，让后面录得到。好，来，你们可以有动作哦。大陆文站，I'm sorry.
阶段的讲评。那这个麦克风给我们的评审老师啊，三支麦克风，对，麦克风，麦克风，请给我们的评审老师三支，三支。给评审老师麦克风。